诉你、yeah、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，你值得最美的深呼吸，别忘记了窗外的风景，是你的回来临，回来临，我穿过你想见你，却发现一起没什么关系，那就走远点，差点缘分也差点分寸，说实话他们需要的是你，你不需要他们，勇敢地说出来心中的爱，想对世界最后一次的表白，没什么关系，该来的回来，只希望你看得到生命起伏的精彩。